首先感谢香港设计师协会全球设计大奖对于我们作品的肯定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一次设计的产品为一款独轮修正带，从穿的这个动作进行设计，采用单独的大齿轮进行出芯和收芯。然后呢，在使用状态上面更加的省力，以及更加的优化它的使用体验。在外观设计上呢，采用了穿插的元素，让产品更具独特性。